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继续背诵学习《易经》。这几天因为我去了泰国，昨天晚上才回来了，所以停了几天了。但是呢，我在泰国呢也是每天早上诵读一片，晚上背诵一片，从不间断。而且呢，这两天还有新的提示，所以《易经》啊非常神奇的。你每次背诵啊，你都会有新的看法、新的想法，所以它是非常神奇的。来，我们之前有读过五个卦嘛，现在我们重复一次。第一，乾卦，乾元亨利贞，潜龙勿用，现龙在田，利见大人，君子终日乾乾，系涕落利无咎。或月在燕无咎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然后还有一个亢龙有悔。第二，坤卦，坤利聘马之争，先迷而后得主，履霜兼兵至，直方大不息，无不利，寒章可争，或从皇室，无成有终，跨南无咎无欲，皇赏元吉，战龙在野，气血玄黄。第三，水雷尊，尊元亨利贞，勿用有攸往，利见侯，盘横利居贞，利见侯，尊如瞻如，趁马搬如，匪垢昏垢，女子贞不至，十年乃至，既入无余，为入于林中，君子饥不如舍，往令求昏垢，往吉无不利，尊其高，小贞吉，大贞凶，趁马搬如，气血连如。四，水山，山水蒙蒙，非我求同盟，而是同谋求我，出四告再三度，度而不告，力争发盟，利用行人说自故以往令包盟，即纳夫及子客家，勿用娶女见金夫，不有功无忧利，困盟令同盟及积盟不利，为寇利欲寇。五，水天虚，虚有辅光亨贞吉，利色大春，虚与交，利用恒无咎，虚与杀小有言，中立中吉，不是中立中吉，虚与交，利用恒无咎，虚与杀小有言，中吉，虚与泥自扣字，虚与血出自血，虚与酒食贞吉，露与血不速之客，三人来尽之终极。今天学第六卦，宋卦，天水宋。上面有一个天，下面有一个水。为什么天水会宋？因为呢，太阳呢从东下上往西，水呢从西往东，所以呢一个向这边，一个向这边，意见不合，所以是吵架，宋卦。然后呢，宋卦的这个卦词呢，就是自替初吉啊，中吉不是初，自替中吉中凶，利见大人，不利色大川。咱这里没有写了，那不用紧了，回家看书都可以了。来，第一个爻开始，从上面到下面，他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写，应该是下面到上面的，他是上到下。但不用紧，不容所事，小有言终极。他跟之前的这个虚卦的第二爻一样的，虚与杀，小有言终极。所以他这个不容所事，小有言终极啊，两个都是小有言终极。所以卦和卦之间呢，你看水天虚一转过来，就变天水讼，看到吧？
所以它是倒转过来的，这个叫做复卦，反复嘛，颠覆嘛，哦，复卦嘛。然后第二，不克送归而道，其一人三百户无声。这个归而道，我每次读归其道的 ，OK。然后其三，其一人三百户无声，就是说你不要再去沾到这只窑啊，就是说你不要再去跟他争论了，你快点回来，不然的话呢，你身边的人也会被连累的意思。第三，时就得真利终极，或从皇室无成。第四，不克送父既命欲安贞吉。我是读不克送既父命欲安贞吉，但你知道只要知道他是吉就是好了啊。你要不要去跟他吵架，他讲什么你跟着他做，就是安贞就会吉。然后第五呢，送元吉。第六，或系之盘带中招三多之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你在一个就是官司啊，一个争吵，你得到的东西啦，虽然你会得到这个盘带或者是缠带，或者是有人读系带啊都好，就是那些以前做官的那些那个裤带啊，啊或者是朝服的那个朝带，然后呢，一定啊一天会有人帮你抢回去的，所以送。就是吵架赢回来的东西，没有人会去respect 你或者是尊敬你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读多懂一卦了。读懂一卦就是送卦，来盖起来，我们背回去。第六，天水送，送自替终极终凶，然后利见大人，不利色大川，所以最好的 case 呢就是庭外和解，不然到最后呢他是会凶了。然后呢，第一卦不容琐事小有言，终极。第二，不克送归其道，其一人三百户无声，时就得真利终极，或从皇室无成。第四，不克送既复命欲安贞。第五，送元吉。第六，或系之盘带终招三夺之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背到六卦了，好吧。所以你学卦你先学背卦，你不要先学占卦，不要急啊，不要再重走我的错的路，你先背，你先学，然后背给他熟一点啊。今晚睡觉前读到睡觉，明天早上自然记得的时候呢，又从第一卦开始背到第六卦，一天两次，早晚好像吃药一下，好像吃药这样，或者是好像刷牙这样，早上醒来刷牙一次，晚上睡觉前刷牙一次，你就会越来越熟了，好吧。好，今天做到这里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